Hello， 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七龙珠超的模组啊！我现在是扮演这个悟空啊，小时候的悟空啊，超可爱 Q 版的。哎，后面还有这个小尾巴，卡没卡没，哈！哇，用在小模组上面好可爱啊！来，换看这个，它这个可以丢这个盘子哦，有没有？这是手电筒的盘子。然后它可以分散哦，是可以丢好多个出去哦。然后这个是类似像飞弹一样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元气弹哦，元气弹超大颗啊。哦，哟，整片啊。你刚好有火车过来啊，试试看可以把它打爆。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，来，元气弹，发射，刚好打到车尾，而且完全没事啊。卡没卡没，哈，弹走了。啊，看来我们。最强的就是这个火车了，好不好？一般的招式对他完全没有用啊。Anyway， 我们这一次要来对打的是这个布罗利啊，龙珠超布罗利，大家看这个电影应该有看过他。我们这一次有叫出这个克林协助我来对打他一下啊。看两个对打，隔岸观虎，打得很火啊！哎，对打对打对打，来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。超难瞄，丢哦哦哦！克林完全不输他呀、啊！哇！我来支援一下，飞进你，飞进你，飞进！来，等等，哦哦哦哦，那什么那什么，元气弹过来了，下面啊，躲进一下，躲进一下。哦，卡没卡没，哈，没打到，他飞得好快啊，这怎么锁定啊？哇，打下来，打下来，打下来！近战，近战，近战！近战！哦，哇，呼，哇，呼，阿大，打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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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各种喷发。射击，掉下来了。人呢？人不见了。哇！你看，克林被干掉了，克林。哦吼，他来了。哇，糟了。你呀，呼，啊啦！哦，这个墙，哦哦哦哦哦 ！Damn！ 哈哈，嘿嘿，哇，布罗利太强了啦！哇！这是龙珠超啊，完全不能战啊！哇，来重生一个，重生一个那个林特过来，来不及了，他大招都已经发下来了、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次又召唤了林特出来，还有这个北斗爆奶瓶来支援一下这个哦，来三打一啊，总是有机会可以赢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欣赏一下两个人二打一的感觉是怎样。啊哈，快断招断招，下去了。哦，打错人了，雷队友了。快，北斗小心啊，北斗被打飞了啊。Oh no，
掉下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啊哈！不是你，走开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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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哈哈！这是感觉在踢的是在踢滴滴。人呢？换这个。元气弹。不要躲太远啊！我都还没丢到他就飞走了。来来来，大招大招大招，没中，跑哪去了？哇！来了！还活着！靠他这个！哇！我卡我卡我卡！用这个好了啦，这好不好？找这连发的啊！这比较厉害，一连发三，锁定就好了。打爆他！雷德大哥，超大元气弹下来了。人呢？人人人人人人人呢？在那边，这么远是怎样？我来支援你啊！飞刀小心啊！没有卡这栏杆是怎样啊？让他起来！锁定他！光这招也打赢你了啦！大招哦，看你笨法，笨法！这什么啦？这参加比赛的啦！快快快，断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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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打下来 ！Oh no！ 出现 bug， 出现 bug， no！不能动了啦！这什么情况啊？所以我们这一局是输还是赢啊？我们既然没办法用这个法力可以把它打死，我们就来用这个机枪好了吧？机枪总是可以吧？这个姿势还蛮帅的啊！竟然可以射击我子弹可以飞哦，贯穿了，不容易被子弹打死了，太扯了吧！鞭尸他，哇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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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北斗正要做这个龟派气功哦，但是这个腰会闪到吧他。好吧，我们这次模组就要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赞，多多帮我分享一下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